那给我一期吧，那给来一期。你要退货。啊，你放那么久，你是你公司。啊牛，不然你放两年看看会怎么样？我只能帮你拍拍手，你一定是社会主义。嗯，那历史哎。完全没有意义啊，我们都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橡皮筋。你说气是吗？不，我要把我脑空空了。你说爹地有点费工。完美。
三个男生。
我怎么知道？我是说鸡爪的这个鸡根。鸡爪是三根还是四根？你说你要问鸡呀、啊？怎么会问呢？问我问的啊。你看你杀了几只鸡，就几就几只啊？它有几根？四根吧。你要一根吗？你要一根哦，只要一根就可以了。我只要中间那一根。这比较难耶。这么难的？五根，五根就是怪兽了。五根，二十八根，五根就人的手了耶！你吃的就是人的手，你都会吓到。这么夸张？那、啊、你没有买八十七？八十七哦。属马士基。摩斯汉堡的鸡。在那个寿司对面。啊？什么鬼？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有什么？特别难吃。花就知道了。啊！我要吃啊！现在吗？哦，我不是叫你拿出来。你是要放冰箱冷藏？你就切一块，上次那个大小的，我就可以把它吃掉。现在放在家用微波吗？是的。胖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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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胖